欢迎来到我们的第八届 VV 国际的飞马之夜。记得第一届的时候才一桌，真的很难想象，才八届就十二桌了。今天是 VV 2018年第一场最重要的会议，所以在这一场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得到一些东西回去，有可能今年就会做多另外一个 VV 出来。明年今天，明年的这个时候的飞马之夜，这里就多一位了。